不是啊，你那，伊迄字是做特别读过来，叫做“统建独化”。
伊老爸迄句话意思哦，创台都话要讲伊的名叫妈怎么标起来，对不对？一创标呀，汉文根本都差呀，对。我是要甲阿妈讲哦，咱不要灰心啦，咱不要灰心。啊，无百多人亲友啊，无去啊，全部十一个人，咱来勇敢活咯。我足欣赏这日本人啊，那厝诶人有人过身哦，林先生过身哦，日本人一个风俗，我爱来安慰啊。讲哦，林先生先生啊，到天上去做不难，你哦爱连结婚哦。加倍幸福给带回来，加倍幸福给你先生的婚，一起幸福的活下去的，阿妈，你就听我劝啊，你来快快的说加倍幸福带回来。这我不是我没讲的呢，我一个朋友，一个朋友啊，上五条还是五啊，宇智欢，唔知啊，对伊又唱上来。我先吃两条了，哇！你正好吃番薯哦，归吃了吼，啊，就卖无菜，捞三条，我就等于厝的哦，该种啊来插大面嘞，发甲规拢是，了我妈妈讲，哦，这番薯好嘞，啊，仔啊，甲你夹夹夹，我甲你讲，我即摆种两分地，三条番薯变两分地，啊，到我邻居甲用未了的仔啊吼，我甲来栽栽栽栽，即摆地拢有三家伙人。倒回来，我进一大堆，今年收收的哦，大家感觉要开始发展哦，规面拢的人拢怎啊还是的，到时直接到边就专门来，专门卖下回来，台湾还是真的。三条汉子，两年不结啊嘞，几千几万，这阿妈有没伤心？阿妈有没伤？你有五十几条汉字诶，汉字唔叫我破吗？但愿只有代代破，你是不是安尼啊？台湾人爱用这精神嘛，台湾人爱用这打拼诶精神嘛，唔好只教唔知影我出来讲啊，我未去啊，我未无食安眠药未困啊。我讲你若无食安眠药未困哦。足简单个啦，较早起来运动哦，啊听这个小芳的透早节目啦，啊你都会看啦啦，啊无你听我咧讲古，听听啊，像个一半都肥啊，啊有只阿妈讲哦，我够惨个，我食阿姨药哦，食落药，食到变哦，像个上瘾个，啊有只阿妈